Hey, hello 啊，大家！前几天 Luma AI 开放了公测。给出的演示和一些创作者的作品来看，效果那是真心炸裂。一般来说，在我们看到某个 AI 工具放出来演示效果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惊叹效果的逼真和科技的强大。可是当我们自己在体验时，会发现做出来的效果和官方宣传的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，官方的宣传演示是经过无数次的生成，然后挑选效果最好的作品来展示，而我们普通的用户试用额度是有限的，即便是付费的用户也是需要经过不停的生成调整再生成再调整，才可能生成出达到心理预期的效果。那么 Luma AI 在视频生成的成品率到底如何呢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这期视频小 V 就为大家来测试一下最新上线的 Luma AI。我可太喜欢订阅加收藏啦，朋友们。本期视频用到的网站我会放到视频下方描述栏与置顶评论当中。好，我们来到 Luma 的首页。 Luma 还有一个非常梦幻的名字，叫做 Dream Machine 造梦机。 Dream Machine 不仅可以快速将文本和图像制作成高质量逼真的视频，关键的是它可以操作出具有角色一致性和精确物理特性的视频。可以看到这些样片都是由 Luma 生成的，从画面稳定性来看，效果是相当不错的。好，英文有压力的伙伴还是一样提前选择翻译。我们点击右上角现在试试。这里需要先择一个登录方式，小 V 用的是谷歌登录。登录之后可以看到它的操作界面也十分简洁，上方是免费用户的一个套餐标准，之前是每天30个代币，现在变成每天10个，然后一个生成一个视频是花费1个代币，然后中间只有一个提示词的输入栏，这里可以选择文生图，当然还有图生图，下方呢是一个生成提示词的提示，好像在说绕口令。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它文生视频的功能，就简单点吧，我们直接用它这个提示词来看看效果。点击这句提示词，哇，它居然会自动生成英文提示词，下方有个增强提示的选项是默认勾选的，不管它，我们直接提交来看看。根据小 V 的测试，生成一个视频的时间大概在3至5分钟左右，但应该也是随着使用人数多少来决定生成的时长。 OK， 我们来点击看下效果。总体来说，这个视频的质量还不错。它生成的是一个5秒的视频，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的分辨率并不是很高清。它默认生成的分辨率是1360×752。再来看下视内容，可以看到它并没有像演示画面里的老虎那样威风凛凛。这个背影甚至让我觉得，这只老虎刚才被汪星人欺负后，灰溜溜的回来了。还有，这个尾巴真的是长在屁股上的吗？可能是我选择的提示词太过随意了。好，咱们用其他风格，并且把提示词再细化一下，尝试看看。用新海诚风格，一个女孩站在花海中，微风吹过，头发随风飘动，镜头由面部特写逐渐拉远，远处是树木、房屋、电线杆和连绵的山丘，晴朗的蓝天，厚厚的云，然后一个16:9的画面比例。说实话，这个提示词挺复杂的，我不确定 Luma 给出的效果是惊喜还是惊吓，我们还是默认增强提示，然后生成出来看看吧。点击生成之后呢，这次等待了大约3分钟，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。
也不知道是新海诚名气不够大，还是没有加上卡通风格的关系，它生成出来的并不是小 V 想要的风格哈。但是我描述的提示词的内容 Luma 是完成的是比较不错的，唯一的瑕疵应该是这个女孩发胶用的太多了一点，这个结果显然也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的。我们再回去把提示词优化下，这次把卡通两个字加上，头发就不飘了，镜头再细化一下，由侧面面部特写逐渐拉远。好，我们重新生成一次看看，这次画风是没问题了，但是就是不给我看到正脸是什么鬼，老虎不给，真人不给，卡通人物也不给。天，今儿不赏脸你能怎么样？你有。不过场景和运镜还是比较符合的，如果满分10分的话，这个视频小 V 只能打上6分。大家觉得给几分合适呢？可以在评论区讨论。现在大家目前对 Luma 纹身视频的效果有没有了一个大概认识了呢？那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图片生成视频的效果吧。嗯，那就上传这张图试一下。Luma 不给我脸，我自己提供一个脸总可以了吧？ OK， 我们将图片上传，然后在提示词中输入一个女孩坐在椅子上微笑着看着镜头，镜头从特写慢慢拉远，开启增强提示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。那从视频效果来看呢， Luma 这次的表现小 V 还是挺满意的，镜头移动比较流畅，人物的表情变化比如微笑眨眼也非常的自然，保持了比较高的稳定性。不过可能是因为提供图片比例的关系，镜头这样的运动轨迹总感觉怪怪的，有点主体不明的感觉。那小 V 也多生成了几次，一起放出来，大家来看看效果。可以说 Luma 在图生视频这里的表现比纹生视频要更加出色一些的。总的来说， Luma 在一些细节上还是有提升的空间，比如 Luma 在理解提示词上还是不太理想，但整体效果已经相当不错了，在纹生视频和图生视频这两个功能的表现上都算是可圈可点。如果大家对 AI 生成视频感兴趣，就赶快去尝试一下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觉得有帮助，狠狠地来个订阅，点个小铃铛，支持我的工作。我会为大家推荐更多更有趣的工具干货视频。拜拜。